出来！一人一张人气票，家人们，直播间的赞赞马上4000万了，家人们一起点赞！一个一个往前走啊！在远处落下，寂寞的城道别告别晚霞，迷茫的人走在路上想家，生活的虽让泪流了脸颊，谁在西楼唱着了你情长，回答的等了心我的惆怅，日历的酒里吃我的悲伤，难过的人不知彼此笑场。1 2 3，陌生的朋友，你曾听我讲，十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，想过满载荣誉回到家乡，却肆意的风压瓦了海棠，听起故人故事泪湿眼眶，提起有爱就恨寸断肝肠，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，别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，一起走走，我们一起跟小妈泽少妮子羞羞点点加号来，人气票周杰伦说一起走一走，谢谢，来一首西楼你送大家，掌声送给我们四位小姐姐好吗？谢谢谢谢大家。OK， 我们再战继续不要停，马上到什么时间了你们知道吗？唐艺大舞台，有才你就来，有没有想上台跟我们一起合唱的？有没有？这边有几个小姐姐？哇，那边有吗？站起来站起来，看不到你们，有有没有要上台的往前来，上台的往前来，来上台的往前来，要上台的呢，人都去哪了？都在这儿、哦、都在这儿，来来 来，我们看看我可以下去吗？来，想要上台的都往前面来好不好？我们来互动一下，看看今天能找到什么宝藏歌手啊，好不好？找到什么宝藏歌手，来我们一起他们啊，等一下再说吧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看看今天你们都想上台吗？你下来你下来，我看看你们都想上台吗？都是安徽人吗？啥都会。安徽人吗？博主的。博主的。从北京来。淄博的。淄博的。博州人。博州人。我今天学了一会一句那个什么话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来说一句博州人。来，博州人真是味儿。这也是博州话。听不懂。来，我来问一下。你们大家好，你们吃晚饭了吗？啊，是这样说了吗？不是。来来来，那我们唱歌吧，唱歌吧，不会说。那看看还有哪些人，我看看，我摸个底啊，有一些是。哎呦妈，直接摔倒了。DJ 公泰 remix。我看一下，你们都是安徽人吗？哎，这个小姐姐好漂亮啊，你认识吗？啊，我也是你朋友吗？哎，长得好漂亮啊！你们都是？是的，都是安徽人。啊、他没到18岁，你现在还不能上，他才不到18岁，18岁，哎呦，哭了！哎，别哭啊，别哭啊！你想上台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上台？想不想都行。他哭了，我说他没有18岁，哎，他哭了，他上不了。你想跟我说什么吗？什么？太激动了，太激动！你平时看我直播吗？看我直播吗？平时哦，并没有。我自作多情了啊！来，想要哪位小姐姐？大家，你再说个大家好，你说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个小姐姐吧，要不然就，那你先。我行吗？我看你，我看你长相挺行的啊。你唱两句好不好？来，声音弄一下，看看这个小姐姐唱的怎么样。预备，起。陌生的朋友，你倾听我讲。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，想过麦穗荣誉回到家乡，这肆意的风压弯了海棠。这一位行不行？哎，行吗？哎呀，这长得太好看了，我感觉我都心动了。小八长得这么好看，上吗？上的可以不？
们上觉得还要努力的，可以不加油？来看看上还是加油？上上上，来吧，上吧。哦，哎，这里还个男生呢，你上啊 ？Are you ready？ 这一次应该对了啊，来，站着不要停啊。Are you ready？家人们，我们的目标是一个亿的赞，咱们继续辛苦一下，点点赞好吗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辛苦啦！我曾为你买过单，兄弟打过天，一步迈进万丈深渊。人生苦短，有多少痴恋，像他，像他的双眼，白天的呼喊。不管再想念，夜晚拿着你的照片，在黑夜里徘徊，在孤单中等待，等待，等待命运安排。Come on， 我的春风何时来？带我走向大海，谁能想到感情还要出卖？而我渐渐明白，不能置身。之外还好我愿意陪他开，我的春风何时来，带我走向大海，谁能想到感情还要出卖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不能置身事外，还好我愿意陪他开。哎，这都掉了，我天哪，谢谢谢谢北北送礼物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我来拉一下人气票老板啊，目前来说我们直播间的人气票已经一点七万助力人数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卖卖力气往上冲一冲，好不好？好久没户外了，咱们2月13所有的家人们，咱们努努力使使劲，来，大家跟随小八的步伐，点开我们右下角礼物盒之后有一个粉丝团，看到没有，点粉丝团有人气票，咱们能送一张送一张，家人们，如果能打满的话，尽量打满600张。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辛苦了，1.8万人助力了，往20000人冲一冲，谢谢，谢谢哟！一起送一张人气票，咱马上5000万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在安徽亳州进行我们的户外直播，那明天晚上呢还有一天，你们还会来看我吗？这边的朋友呢，看我吗？不。准备好，有请我们今天晚上4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上来给我们唱歌，看一看他们表演的结果怎么样。来，有请，来，4位都上来，戴好耳麦上来。OK， 这是什么鬼音乐啊？来，好，你还有第一位，叫什么名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张大饼，来自安徽阜阳。哦，张大饼，你今天想唱什么歌？第一个唱哦，你想好了没有？曲中人。曲中人？对。哎呀，我们天天唱，我不是你唱的好吗？嗯，还行，肯定应该能听。那我们等一下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第二位叫什么名字 ？Hello， 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好，我叫李振，来自安徽阜阳。今天想唱什么歌？我今天唱38多6。哎呀。你一个人唱吗？还是你跟谁唱？我一个人唱。一个人唱38多6、好的，来，第三位叫什么名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丁小婉，来自山东淄博。我今天唱这个《狂野的心》，躁动的心，狂野的唱。OK， 今天都唱狂野的歌来。第四位叫什么名字？还在帮我点赞呢、啊？你真的是快点说话了，别点赞了，别点了，来，叫什么名字？老师好，我叫赵建亮，来自河北。想唱什么歌？我本来唱来与不来，你们都唱了，我奚落而你也唱，我唱那什么呀，什么，我唱花轿里的人，或者像风一样自由。哎呀，花轿里的人，我给你伴舞行不行？我的荣幸了，就这样，来，就这样定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第一位，来，我们其他3位休息一下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张大饼。大饼，来，你想一个人唱还是想跟我唱？我都可以。我想跟你一起唱。好，行，我跟你一起唱好不好？我们俩一起唱曲中人。
音乐响起来。哎呀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赞赞，马上50000啦！哇哦，哇哦，家人们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打个好看来！小宝，你来跟他比吧。我不行啊，老板。啊，我输了。咋整他？继续来。小心滑啊！嘿，心为自己够洒脱，打破改正命运的曲折，有些觉得很脆弱，偶然发现没人可以诉说，心早已不愿漂泊。注定你那失守的刺痛，多少喜悦多次难过，触摸着这首歌，曲终一再听你是曲中人，谁是谁非爱一杯满身的伤痕，心是浪漫的人气漂亮，为助理一起冲三位助理，直播间马上19万人。心早已不愿漂泊，却逃不开这命运的痴缠，多少深夜如此难过，反复重播着这首歌，仇恨不知曲中意，心是浪漫的回忆，究竟早已变陌生，是是老天太弄人，坎坷的红尘，重温不知曲中意，再听你是曲中人，谁是谁非爱一杯满身的伤痕，昔日浪漫的回忆，如今早已变陌生，只愿老天太动人，坎坷的红尘，只愿老天太动人，坎坷的红尘。赞赞，就差一点点就50000了，家人们，咱们继续点点赞好吗？声音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你是不是声卡搞错了？好难唱啊！这个声音好轻，就是使不上劲儿，使不上劲儿，因为现场的声音太大了。我刚刚唱，对对对，我就不知道我这是唱什么，而且确实不舒服。张真，是不是没开？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大饼再绑几啊？我上了，可是我手机可能关掉了，就没在绑上了。哎哎，大饼掉榜了，大饼。大饼大饼，手我在，哎，你在我这说，大饼掉饼，大饼掉饼，太想念旧梦，哎，旧梦可以啊，西楼儿女还有什么旧梦？那就旧梦吧，旧梦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接下来还没有点赞的，来赞赞50000，还差50000呢，家人们，还差50000赞赞，爱情找到火会吗？来，那我们就唱这首歌，会。我唱不上去了，这个太难唱了，这个麦可以来，我们俩唱旧梦吧，好不好？唱旧梦，来，准备好家人们，人气票已经20000助力了，能点的人气票的来，一人送一张人气票。我们今天好久没户外了，能不能给点力啊，家人们，助力人数冲上去了。来，我们俩唱旧梦还是唱你的样子？旧梦吧，旧梦吧，来，准备好，高了，旧梦送给大家。
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酒。Let's go。今夜风沉沉，今夜花纷纷，今夜雨蒙蒙，我不能忘记往日的誓约，往日的蜜柔情。今夜你恋恋，今夜雾茫茫，今夜歌声声，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，默默在心中奔涌。风呀呀吹个不停，想你念也想不停，爱的承诺一个又一个，早已默默的凋零。雨呀呀下个不停，想你念也想不停，爱的苦酒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酒。来家门人机票助力人数不要停，我们赞赞5000万了，感谢大家，5200万了，来冲到6000万赞赞，人机票算上。今夜风沉沉，今夜花纷纷，今夜雨蒙蒙，我不能忘记往日的誓约，往日的蜜柔情。今夜你恋恋，今夜雾茫茫，今夜歌声声，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，默默在心中奔涌。风呀呀吹个不停，想你呀呀想不停，爱的承诺一个又一个，早已默默的凋零。雨呀呀下个不停，想你呀呀想不停，爱的承诺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爱的苦酒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你跳，谢谢热爱生命啊，谢谢樊青，谢谢心态平衡的，谢谢贾如君，谢谢张大饼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啊！真的，我觉得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就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，看着就好看，站着就舒服，是不是？记住他的名字，谢谢三三哥，记住他的名字张大饼，他没在榜上是吧？你还是掉了，掉榜了。还有感谢心动哥，没事，你记住。再来，让我们有请第二位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一看就是实力派。我们已经8:34了，家人们，助力人数才2.1万人，我感觉今天上3万人都费劲了。潘老板好 ，Hello， 叫什么名字去了？我叫李振。李振啊，来自安徽。我感觉你像唱抒情歌，但是你现在要唱嗨歌，抒情的好一点，我就唱嗨一点的。现在不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你想你唱抒情歌，如果唱的好的话。啊、你就唱抒情歌是吗？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首抒情歌？我本来准备的是许多年以后，然后还有一个向天再借500年。你们想听向天再借500年还是许多年以后？来告诉我啊！助力人数已经冲到3万人了。谢谢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家人们，咱们赞赞继续往上点好吗？我觉得500年啊，我感觉他唱了10多年以后应该很好听，因为他刚刚来的时候就唱了10多年以后、我们先唱10多年以后好不好？叫新老师了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的。 OK， 来，好，家人们有请这一位叫李振。李振，李振，我们很少在这个时候唱抒情歌。 对，但是我相信你 hold 得住。好的，你 hold 得住啊。别飘啊，好不好？ 好的，来，准备好向天了，许多年以 后, 年以后送大家人气票，再次送一送啊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许多年以后送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，同时也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让我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好吗？
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许多年以后，送给所有的家人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，谢谢。时间过得太快，不会再重来，而我渐渐明白，爱需要关怀。其实我也害怕被你伤害，经常对着电视机发呆，可我依然相信我们的未来。也许你会明白我给你的爱，永远不会放手，也不会离开。不管今后的路有多苦，我也会让你感觉到幸福。你就是我这一生的赌注、哦、如果我们经过许多年以后，你是否还记得，是否还会依偎在我怀中，想我一生老公，直到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，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说过那下辈子再爱我一次。 OK， 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好深情啊，你是不是被情伤过啊？啊，是的。是不是有什么回忆涌上来？嗯，对的对的。一看就是没有。来，再次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我叫李振啊。榜十一吗？应该是榜十一，榜十二啊，榜十二，榜十二啊，他在榜十二。喜欢他的歌声的，咱们那个点点榜十二的啊，那个什么，哎、好不好？好，像不像这样的？你刚刚要唱三十八度六、啊，要不然我跟小八一起跟你唱来。哎呀，我的荣幸，谢谢。我们仨一起跟你唱三十八度六，不用声调，我们俩唱后面，好不好？来，好的，我们把嗓子炸起来，行不行啊？我觉得他唱伤感歌是真走心啊，家人们，再唱一首。嗯，谢谢心动哥开宗的阅读会员。祝愿每一位家人们，三十八度六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。祝你们的日子火火火火！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！唱三二，嘿！来唱。谢谢大家送人气票，我们一起扣一波人气票啦！才三十八度六，哇！谢谢大家，你这唱开歌好嗨哟、哦，他唱开歌、啊、好有气氛，来吧，我们再次给我们小八、嗯、还有我们李正是吧？啊、对，我们两个在一起、哎、啊。小八在榜十一，李正在榜十二，一起点点他们俩的加号啦！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，今天直播间每位家人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我感觉你再来一首歌，再来一首嗨的，啊、我们能唱了20万人，行不行？行。什么歌？我来找一下那个有一个串烧，行不行，老板？啥串烧？就是勇敢勇敢。勇敢勇敢，我的朋友。你找哪个谁的伴奏？你说。我来跟。你去找。对，咱们拉会票。来拉好票，来拿个手机过来，我们再拉一下人气票吧，家人们。我们现在的赞赞的到6000万了啊！今天我感觉1亿没问题，但是我们的助力人数还不够，而且人气票还不够，家人们来，现在没有收人气票的，下方的礼物栏打开，这个人气票一人送一张，助力人数冲到3万人。
点开我们右下角的礼物盒，家人们啊，点到右下角的礼物盒，咱们一起把我们人气票丢出来，家人们能打满的情况下，咱们尽量打满600张，家人们助力人数继续往上冲，谢谢。音乐大声一点。助力人数现在已经是2.5万人了，家人们，这音乐睡着了吗？快点给我大声！来吧，助力人数冲到30000人，今天好不好？准备好，选好歌了吗？选好了。李振来，要不要换两个人给他们？给他对对，换俩吧，换俩来。老看咱俩，换俩。泽少，还有呢？谁会跳舞？笑笑，来。2.6万人、哦、还差了个4000人呢、啊、家人们呐、啊、还差了个4000人呢、啊、俺们的30000人。1, 2, 3, go! 送完人气票了，咱们就点点赞，点到7000万好不好？人气票一起冲冲冲，直播间10万人，人气票继续甩出来。谢谢每位送人气票的家人们，第二轮点赞不要跳，准备好。好的，来，我来一首那个。你一唱到20万人，我这个助力人数也上去了。来，准备好。勇敢，勇敢。换一个男呀、啊，勇敢，勇敢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准备好，音乐、啊、响起来。一首勇敢，勇敢送给现场每一位好朋友，同时也送给直播间每一位家人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开心快乐，好吗？好。谢谢。家人们，一人一张人气票，往30000人冲上。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勇敢勇敢我的朋友。18万人，就算明天没有彩虹，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。珍重，平凡回忆让人感动，最多却是你的笑容。谢哥，都说出门要靠朋友，有人陪伴共济同舟，哪怕一个简单笑容，心中却一别无所求。世界太快，有谁停留在我深深的脑海中，这花花世界谁能够冷漠对待，无动于衷。全场一起来，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就算明天没有彩虹，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。现在的朋友，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一个人是要多珍重，平凡回忆让人感动，最多却是你的笑容。送给直播间以及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哇哦，勇敢。这个伴奏是什么伴奏啊？这是啊，这啥伴奏？来，我们先给李振 啊，叫什么？李振，榜十李振，咱们一起给他点点加号，好不好？榜十的李振，还有我们今天来陪我们今天来的泽少和我们的潇潇。哎，我就在他后面，我在榜十一，在榜十一，潇潇呢？榜十五。